我跟小朋友的关系很密切，很怕小朋友一看就认出我了，但是我还害怕他没认出我，我也很难过。谁要哭他，谁要哭他。你都流口水了，还说不甜？怕多认啊，怕多认啊。你们在买葡萄啊？对呀。啊？对呀。这么帅啊？是稻壳司，是稻壳司，就是稻壳师傅的声音。这世界很酷。